刚到位，提升一点。好，好，上身，上身了以后把抱夹抱起，一定要上身一点，把它刚上到底的抱夹。嗯。看吧，这就是注意事项了。压量完成，下牵没到位。嗯，你好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打开压料阀门，因为我往上提了嘛，打开压料阀门，关闭一下这个阀门也可以。然后就是放针，不用上针。行，好了，这就 OK 了，一套流程就完工了。啊，这个反正这个是快速下降，这个是手动下上升，手动下降，手动上升，手动下降，自动上升，自动下降，这个是快速下降，就是快速按下降，快速下降，是吧？这个是手动上降，手动上升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高压阀门，高压阀门正常检修的时候，高压阀门打开就行了，打开，这是高压阀门打开，血压。正常使用的时候是要关闭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调压料快慢，压料的快慢，这个是调那个总的液压站的一个那个压力。你现在通通手了，可以了吗？啊，我来再给你拍两张照，等一下我拍。